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玩公经济。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气管系的教师佘建元。我们今天呢，在这一讲呢，我们要继续来讨论需求函数跟需求弹性。我们要来谈一个观念，这个观念呢叫做消费者剩余。消费者剩余。这个消费者剩余呢，在去年的那个经理人杂志里面有提到了。这个消费者剩余呢，是这个身为经理人呢，你所必须要了解的一个观念。这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之一。那什么是消费者剩余呢？简单来说，消费者剩余它的概念是这个样子。它就是说呢，假设你呢，今天呢，你对一个商品，比如这样说是鸡排，鸡排，你会有一个愿意付的价格。比如像这个鸡排呢，你今天很想很想吃鸡排，鸡排就算100块，你也会愿意付钱来买。这个呢，就是你愿意付的价格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呢，不要说你啦，比如让你们隔壁寝室的一个肥宅，很喜欢吃鸡排，你本来呢，鸡排呢，你100块就愿意出钱，他200块他也愿意买，这个肥宅呢，200块他都愿意买这个鸡排咯，鸡排的市价是多少？鸡排的市价大概是50块钱嘛，40块、50块钱，我们这边可能有45块钱的，台北可能贵一点的，那45块钱。那他200块他就愿意买啊，他今天他在市场上他花45块钱他会买，你觉得他会不会超爽的？会啊，他会超爽的啊。如果呢今天鸡排又降价降到比如像30块，30块他就买得到，那他会不会非常爽的跑来请示跟你说，赶快赶快，阿婉干嘛起来买鸡排，他会跟你这样说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本来出200块他就愿意买，今天呢35块他就买得到。那他那个超爽的感觉就会变大嘛，本来是45块，这边45块，去台北50块，或60块，那他还是会愿意买啊，可是超爽的感觉没有那么多，今天如果降到35块呢，他超爽的感觉就很多，他就会来叫你去买嘛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买100块你就会愿意买的东西，今天只有35块你就买得到，你会不会也有超爽的感觉？会啊。这个超爽的感觉呢就是消费者剩余啦。所以我们说民众或消费者呢，购买商品愿意付的价格和实际商品价格之间的这个差异，这个就叫做消费者剩余。这个就叫消费者剩余。那如果呢，我们呢把整个市场呢的这个超爽的感觉呢，这个超爽的感觉，然后把它加起来，就是说你呢，比如像我刚刚说，肥宅200块他就愿意买，然后呢他35块他就买到了这个鸡排，他会有个超级爽的感觉嘛，200块我就愿意买的东西，竟然35块就买得到，会不会很爽？会，而且还会回来跟你讲这样子的话呢，他超爽的感觉是多少？200减掉35吗？对不对？这个差距啊，这个就是他的消费者剩余啊。那你呢？你是100块就愿意买的人，35块你就会买，你会不会有超爽的感觉？会呀、这个两个超爽的感觉加起来呢，就是你们之间寝室呢，两个人的超爽的感觉，要把市场的所有的人加起来呢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上的消费者剩余啦。那我们呢，继续再用高铁的例子来跟大家说明。我们在上一讲呢有谈到高铁票的这个例子，讲到说因为每个人的边际效用都递减，因为市场上每个人的边际效用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就得到就整个市场上呢负斜率的这个需求线。所以我们得到说，当高铁价格是20000的时候呢，甲会买；15000的时候呢，甲会买，乙会买。以此类推，得到当价格下跌的时候呢，就这三个人甲、乙、丙这三个人的这个市场呢，购买高铁的那个量会增加。所以我们再回来看，如果今天是高铁票是20000块以上，20000块以上的话呢，有没有人会买？没有人会买，没有人会买，有没有消费者剩余？因为甲呢，他买一张高铁票，他买第一张高铁票带给他边际的效用，第一张高铁票所给他带给他额外增加的爽度是20000，高铁票如果在20000以上他就不会买了，没有买，没有购买就没有伤害啦，没有购买就没有伤害，你没有买，你没有带来这个效用，可是你也没有花钱啊，所以你的这个什么，你没有超爽的感觉，你的这个总效用呢，没有买，所以是零；没有花钱，所以是零，所以就会是零，就会是零。如果是高铁票呢，变成20000块的时候呢，他会买了嘛？刚好在 critical point 啦，我们说 critical point， 所以稍微降一点点呢，他会买。20000块呢，刚刚好在边际，然后所以20000块的时候他会买。这时候消费者剩余呢，刚好就是零。那15000的时候呢，
我们上次有说一万五的时候呢，甲会买，乙也会买嘛。那甲为什么会买？因为他两万块他就愿意买第一张，两万块他就愿意买第一张，所以这个两万块呢是什么？就是甲愿意付的价格。两万块的时候他就会愿意买第一张，所以这个就是他愿意付的价格。那今天呢，一万块，一万五千块他就买到了，一万五千块呢他会买一张他就买到。所以我们上次有说到，对这个甲来说，他的额外的爽度，他的总的爽度，第一张高铁票带来他的爽度是两万，付到成本呢是一万五，所以他超爽的感觉呢是五千哦，他的得到的满足感哦，额外的满足感，他的满足感两万减掉一万五，一万五是他的成本嘛吼，等于是五千，所以他有消费者剩余。乙呢，乙也会买嘛，我们说乙在乙呢，对他来说是 critical point， 稍微低一点点他会买。那刚刚好的时候呢，假设他会买，可是对他来说呢，他是带零，所以这时候的市场的消费者剩余呢，就会是两万减掉一万五，加上一万五减掉一万五，就会是五千。那如果价格降到一万的时候呢，甲会买，乙会买，丙也会买。我们上次有说，甲呢买第一张高铁，他愿意付的价格是两万；乙呢买第一张高铁票，他愿意付的价格是一万五；丙呢，他买第一张高铁票，愿意付的价格是一万。所以价格是一万的时候呢，甲会买，乙会买，丙也会买，刚好在 critical point for 丙，丙呢稍微低一点他会买，刚刚好的时候，假设他会买，可是他对他来说他的消费者剩余是零，那乙呢一万五千块他就要买的人，他一万块他就买得到，他会不会有超爽的感觉？会，他的效用呢，他得到的 overall 的效用呢，就会是一万五哈，买一张高铁票一万五，再扣掉一万。得到五千，那甲呢？两万减一万，得到一万，所以整个市场的消费者剩余就会是一万五千，以此类推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六千块的时候呢，是甲买两张，乙买一张，丙买一张，用同样的方法去计算整个消费者剩余。所以甲得到消费者剩余是多少？超爽的感觉，哦，两万块他就愿意买的，哦，第一张六千块呢，他愿意买第二张，所以他第一张呢，他可以得到一万四千，第二张得到零，所以他一万四千。乙呢？他会得到九千，一万五减掉六千，丙呢一万减掉六千，所以把这三个加起来就会是两万七千哦。所以同样的，当高铁票如果是三千的时候呢，我们得到消费者剩余呢，用同样的算法呢，可以得到三万九千哦，可以得到同样的算法是用同样的算法可以得到三万九千。那刚高铁票呢，如果跌到两千的时候呢，甲买两张，乙买两张，丙买两张，得到消费者剩余就会是四万四千哦，就是得到的是。消费者剩余就会是四万四千哦，那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把这个甲、乙、丙呢三个人的这个买第一张高铁票、买第二张高铁票、买第三张高铁票，对这三个人的这个每一条的边际效用呢，从高到低排列下来，哈、哦，我们刚刚说甲第一张高铁票带给他的这个边际的效用，就是第一张高铁票带给他的效用是两万，第二张呢是六千。对乙来说呢，第一张带给他的是一万五；对丙来说，第一张带给他的是一万。我们不要用甲来分，用乙来分，用丙分。我们把这个边际效用呢，从高到低整个排下来，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图。哦，得到这个图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到，知道说，哦，从刚刚的讨论呢，你看我们刚刚前面有讨论三千块的时候呢是怎么样？当高铁票是三千块的时候呢，是甲买两张，乙买两张，丙买一张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呢，只是换个方式来表示它。把它全部都排在一起，三千块的时候呢，甲买两张，甲是谁？哦，两万块的时候他买第一张，六千块的时候他买第二张，所以对甲来说，他第一张他愿意付的价格是两万，第二张愿意付的价格是六千，对甲来说，两万减三千，现在票价是三千，然后呢，第二张六千减三千，哦，可是我们把这个边际效用的图呢，由高到低这样排列下来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对甲来说是。两万减三千，六千减三千，对乙来说呢，他买两张，所以他是什么呢？一万五减三千，然后第二张呢，三千减三千，丙买一张，一万减三千，一万减三千在这里。哦，我们现在是把边际效用呢由高到低排起来，由高到低为什么把它这样排起来呢？因为排起来就会，哎，我们看到这个是需求线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会看到这个是需求线啊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从这里面可以看到说呢，当高铁票价是三千的时候呢，哦，你看，我们就会得到他们的这个超爽的感觉呢，哦，也就是说，甲的消费者剩余、乙的消费者剩余跟丙的消费者剩余呢，就会是这几个黑框起来的这个长条图的面积的加总。
哦，面积的加总，哦，面积的加总。所以第一个黑框呢是20000减3000，第二个黑框呢是15000减3000，就是这个是乙的。第三个黑框呢是丙的10000减3000，第四个黑框呢是6000减3000，这是甲的。第五个呢，哦，这边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是0，3000减3000，这是乙的，所以得到整个消费者剩余是39000。如果当高铁票呢是2000的时候呢，这时候甲买两张，乙买两张，丙买两张，以此类推，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子的消费者剩余的计算。20000减2000，这是甲买第一张的。然后呢，15000减2000，这是乙买第一张的。10000减2000，这是丙买第一张的。然后6000减2000，甲买第二张。3000减2000，乙买第二张。然后2000减2000，这是丙买第二张。所以得到总的消费者剩余会是44000。所以从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概念。这个呢，假设呢，我们上一讲的时候有讲过，如果我把这个边际效用，不同的人呢愿意付的这个价格，愿付价格呢，把它从高到低，我们不要分甲在一起、乙在一起、丙在一起，我们把这个每个人要付的这个愿付价格从高到低排在一起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得到一个，当价格下跌的时候呢，这个呢，甲、乙、丙这三个呢，这个市场呢。哦，甲丙和三个人这个市场呢组成的这个市场，当价格下跌的时候，他们的对这个高铁台北高雄往返的这个需求量呢会增加，哦，会增加。那我们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得到，当价格如果是2000的时候，他们的消费者剩余是多少，就会是这个2000呢往上的这块面积，哦，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得到消费者剩余。一般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呢，如果说今天不是只有甲乙丙三个人，而是很多个人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如果很多个人的时候呢，我们组成的需求线不会是这个样子楼梯状的啦，或者那个句子可能会更细、更平滑，更像是一条这个平滑的这个需求线。那根据我们刚刚的讨论，我们说消费者剩余呢，就是这几个长条面积的加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是说今天是个平滑的需求线的时候，那消费者剩余就会是这一块的面积，哦，就会变成是这一块的面积，哦，所以消费者剩余呢，就会是价格线跟需求线之间的那个面积，哦，那这个概念呢，就是把整个市场上呢，大家这种超爽的感觉都加起来。那其实这个超爽的感觉呢，也是说每个人的怎么样，每个人在这个消费，在这个消费行为里面呢，所得到的这个效用啊，净的效用。哦，你买一张高铁票，对甲来说，买第一张高铁票是带给他的额外的效用是20000，他只花3000块买到。那他的得到的这个净的好处就会是20000减3000嘛。那我们刚刚说3000的时候，他会买两张，第二张是6000啊，6000减3000啊，所以他这个时候他会买两张，他的得到的这个净的效用就会是多少？20000减3000，哦，是多少？17000，再加上这个第二张3000，变成2万。所以我们把这个甲的这个样子多的净的效用，乙的净的效用，丙的净的效用，或整个市场上所有人的净的效用，全部加总起来，就会是整个市场的消费者剩余，也可以说是整个市场大家这种超爽的感觉。哦，希望这样讲解呢，能够让大家理解什么是消费者剩余，哦，就是把这种超爽的感觉加在一起。好，我是中山气管的佘建源，我们下次见。